是不是有点多余了？张小萌，原来你在这儿上班啊？看来以后我也可以过来找你聊聊天。毕竟你都去过我公司。你居然一个圈子别人情感的小三！你是不是想在我这儿让我再重复一遍那些话？有人勾引你男朋友激情去内衣，有人勾引你男朋友，但那个人不是我。你们之间没有共同语言，他要来找我聊天，我有什么办法？你少说两句好不好？你这么不相信你男朋友，那只能说明你们的感情本身出了问题。刘英，你跟你大姑子之间分享了好多关于我的秘密啊。 我没说，你不要怪刘英。我不需要他告诉我，只争心，我告诉你，我跟麦童之间的感情没有任何问题，而且我们俩已经要结婚了。原来你以为靠结婚就可以绑住一个男人？那下一步呢？给他生孩子吗？哎呀，原来你这么没有自信啊！没信心的女人好可怕呀！你不要跟他吵了，他是律师，你知道吗？你吵不过他。周星，刘英，你还是拦住张小萌吧，不然一会儿我怕打起来了。